everyone， 其实是已经下午了。我今天起床得蛮迟的，昨天拍摄拍到蛮晚的。想说今天呢，平时的自己已经够 stress out 了，想 content 也想得很 burn out 了，所以呢，我就想说 ，OK，why not 今天就不要去想要拍什么主题，我就好好的去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好了。但是呢，我还是带着我 camera 跟着我一起去走就对了。其实我发现到我真的是太少 me time 了，今天我就好好的把所有的时间给回我自己，然后好好的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去寻找我自己。我是有多 lost 啊？其实我也没有说。好了，我是 lost 了。OK，Let's go。我每天都会做的事情就是 patting， 给大家看看你，好好笑啊你！你看你屁股几大，那屁股很大。给你们看看这一set衣服，就是即将要在 Pomelo launch。 哦，到时候这个影片播出应该是 launch。 这是我蛮喜欢的一个 details， 因为呢我平时那太怕热了，然后我又不想要太露，所以呢我就露一点点就好。然后我就是一个很喜欢放东西在我 pocket 的人，这一次的设计呢会有一些多一点的 pocket。 整个 collection 呢你们可以去 Pomelo 那边看。你会拍声音拍摄吗？ OK， supposingly 呢，我是说我要一个人 me time， 然后做自己的事情。结果刚好 Sean 就醒来了，然后就问他要不要一起去 grocery， 然后 OK 也更好，有个 driver， 因为反正我们现在去 grocery， 然后也要一段路程，我也还没有吃东西，所以我就去我的 lobby 拿了这一个 parcel， 这个是那个慢慢爽，跟那个 Stubby 超大个很像。Actually, right, I'm not a mochi person. 但是呢，哈哈 ，Strawberry 这样大个，好吧，我就试一下。Everything deserves a second chance, right? Let's eat. 看到吗？它里面是一个 chocolate cream。嗯。好吃。我第一次觉得mochi是好吃的，谢谢萌萌熊。全部都烧掉了，到底真的要买的？Oh my god, man！ 哎，你适合这个，最喜欢的，你要吗 ？Spider-Man, Spider-Man， 掉了，别别别别！到了，右边，拜拜拜拜拜拜！这个人到底想怎样？为什么要喷车？他自从买了这个 sanitizer， 他就一直在里面到处到处喷。喂 ，enough！ 这是我昨天收到的 almond butter from Jesse Butter and Co. And then 呢，这个是那个 symphony spread 的，它是有 hazelnut with chocolate， and then 这个是那个。Matcha with white chocolate。那这个也是我很喜欢，就是很爱吃的。可是我吃到我又长痘痘了 ，so I'm not too sure if I should continue eating peanut butter。这一个呢，是自从九恩介绍我吃那个什么 hummus 过后，我自己就爱上了。然后呢，我就买回来吃。这个才上个星期买哦，然后那个 Sean 给我吃完了，他就搭配这一个 rice cracker 来吃，真的很好吃。Talking about jam, right? 其实 Instagram 有人问我，我吃的面包是什么面包？你讲的面包看起来 so soft 的，然后好像很好入口样子。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买麦片的啦，这个 original sprouted seed bread， 它是 fluffy 的，吃起来就很健康一点哦，比起白面包来讲，水水的。这个是 sugar free 的，我
第一次吃 almond butter， 所以我不知道是应该什么味道啊。擦哈面包心，这是面包皮，虽然通常都不会吃，而我呢就是最喜欢吃面包皮。好吃耶，配面包加一点 symphony spread 的 hazelnut chocolate， 这个超方便的，这挤出来吧。哦呦，锵锵 go shit look at my carpet。 Alright， 就是如果你们有看我 Instagram 的话，你们都知道我有吃 strawberry 椰子 kiwi 的皮。 kiwi 的皮是我看到九温吃，然后我就学会吃了。我今天呢想要再挑战一下别的皮，因为有些人告诉我说 banana 皮也是可以吃，所以我就把它切成这样子。这个呢是 mango 的皮。其实为什么我自己本身吃 strawberry 的椰子，因为小时候吃东西的时候，我妈妈很爱跟我们说这皮可以吃的，这皮很健康的，这葡萄皮一定要吃的。 Then growing up right， 我的 mentality 就是任何的水果皮营养价值都会比较高。然后那个 strawberry 皮那个感觉就是吃菜而已啊，我不会觉得有几奇怪耶。反而我觉得如果不吃那个叶子我会感到很 guilty， 我就觉得啊，这个营养就这样子浪费掉。About kiwi right， kiwi 呢就很多人问我不会觉得奇怪吗，这样毛毛的样子。那当然你吃之前要过水先，然后你最好是刮掉它的皮，然后呢它就变滑了的，等你吃的时候不会觉得刺刺毛毛还是什么的。 OK， the next one is 我先是 mango 的皮哦。所以也是有 research 说如果皮没有清理干净的话呢，就很可能会吃到一些农药还是什么，是要 make sure 洗干净。 OK，可能是我买了这个芒果皮比较厚，所以它有点难咬，但是是可以接受的。 Last 是这个 banana， 我是洗很干净了的啦，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吃黑黑的部分。banana 皮是脆的，它是很容易咬的，可是它吃了过后你的整个舌头就是黏黏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还是好好吃回 kiwi 皮跟 strawberry 就好了。我超级开心买到这一个，那么打开来之后，你看它现在还有很多那个豆苗的，就是它还没有生完的，把它放在这边。It's so cute， 好酷哦！今天晚餐就吃这一些。好特别哦，很不像我平时吃的豆苗哎，而且非常的脆。Nice。Hello。真的很不错，很开心，然后也非常充实，因为我做的每件事情都是 for 我自己的，很满足，很满意。我想要在这边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这个星期学到的东西。我这个星期真是很多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
难关，就是我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我不知道这个是上帝给我的考验还是什么，我遇到很不负责任的人啊，遇到出其意料的一些波折，我觉得太可怕了。但是我很感谢我自己，我真的是还好每一天有在做运动，看书啊，听 audiobook， 还有听 YouTube 的一些 motivational 的 channel， 然后我整个人真的是还好有这一些 motivational 的事情所以伴着我，让我过得真的比较顺利。还有为什么我说运动很重要，因为运动真的是让我整个人脑袋清晰，让我思考能力也比较清楚，也让我整个体力更加的好。点 我想要说的就是我学到了一句话， strength 本身呢不是从 strength 那边 grow 出来的， strength 本身呢它是从 weakness 那边 grow 出来的。所以呢当你有 weakness 的时候呢，你要 be glad of your weakness， 因为呢当你有 weakness 就是 the beginning of your strength。 我就觉得哎，真的哎，我觉得我这个星期有这样多的 weakness， 其实就是一个考验来的，就是让我能够变得更加的强壮，所以我整个人就会开导了。所以我很想要在这边跟你们分享这一句话，就希望可以给你们可能有一些在经历这一些挫折啊，是很辛苦的一些遭遇的人。我自己本身呢也不太懂我现在做的事情到底有对不对，只要我有在做的一天，我觉得我都有 improve 的空间。希望在看这影片的你们可以继续加油，无论你们在做这什么事情觉得很 lost 的话，我觉得 it's okay， take it as a progress。 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影片，我们下个星期见，拜拜。